时候真的是重新找回灌篮高手的快乐，而且因为戴明的火锅又很强，你知道吗？他投了被你冒，传出去又被你截，所以就整个就很痛苦这样。我请问他拿三名真的？还是我搞一只路虎的，下次我们一起去路虎玩。对啊，我路虎反正我自己有号的，啥都有。你帮我搞一只，我就可以录。我改一只叫 PR 武藤游戏怎么样？可以啊。还没起电。三井。三井先打。不要怕，三井选起来就对了。我要开始恶心的人了。主播也三井骑三铁这样还想玩这个东西。啊行啊。清明嗯。啊。不确定了，直接把长谷川拿了，来来来。行。我们这边铁帽。行，看他怎么帮啊！看他怎么帮啊！看好了，看他怎么帮啊！看他怎么帮啊！中断我吗？我可不拿这个东西。那你没了呀？那你把小田也变了吧？你不是自断一臂吗？你不是？嗯，真的。我可不拿，我又没说我要拿，我篮板套。我们一个三小镇。篮板皮带啊！老花型。哎，行，把它刷起来。不是考耍、哦，我们很认真。确实，我们这个也是无解的阵容。认真讲，确实是蛮无解的。我没有在搞耍，我真的在认真打。他自己要搬长发樱木的，他是不是搬错了？我在想。他这样被冒，他不见得地板捡的赢我们啊。直接放弃跳球。我不跳球啊，武藤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们往三分线跑。行。我操，远了一步。我操，篮板套，行啊。传的漂亮。哇，还是被踩到了。我靠，可以补这么远的吗？这个先到张有料。可以补这么远的吗？然后，长谷川篮板王。其实三井只要站外面就好了。没关系啊。这篮板跟鬼一样哎！我操。确实。一直在起。九绝长谷川，确定你过得了我这一关？哇，可惜耶，空位出来了，有喽我真的没有在搞耍，我只是在认真打球。到了九绝长谷川又有喽，好爽。三小镇打了一波8-0。哎呀，可惜，这球没大了，不然我可以帮他再轰一颗。而且刚好也没加速，很乖巧。哇！篮板球是我的。要去。滚下来，再进一球。长谷川干，全能长谷。要去。这阵容怎么那么强？靠腰啊！半夜3点钟的长谷川跟鬼一样。
门跑了，真的要去。为什么对面不打打法上来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不给你盖啊，他只给我盖，好爽哦！刷数据的时间到喽，我操！那我感觉我只要出篮球就好。确实没有你的事，先睡一下吧。你是赢不了我的。哦，跟我没什么关系啊，确实，好爽哦。好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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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喽，完美规避。哎呀，想说要用一只在一起。啊，我的，补了一点，补了。这规定。我是篮板王，相信我的篮板吧。确实。啊，没去撞。没事。哦，变到了。我以为我真不会冒一点吧。哎呀，我的，哎呀，我的，double 啦，还有50秒，我已经 double 啦，兄弟，数据，哎呀，太远了，不扣吗？啊，不给，又不给，我操，半夜3点钟都不给。那是真狠。这招一直吃欸，干吃烂欸，这招。因为他会想要回去守那个。啊，太远。可惜。没有关系哦，已经 double 了。我是天才。我太正常老板了。我操，跳好高啊！我操，我先到，还有一个卓。行，你那个卓，三小镇，三小鬼镇，跟鬼一样，好赖啊！这还是配合路人的三小镇哎。哇操嘞！我们不需要篮板，真的。我们不需要篮板，好像。这个12分11火锅哎，感谢电脑加入我们初级决策者的会员。一个 double 的数据，比我他妈打2K 还猛，看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